九拍。介绍一下你们唐朝乐队的近况。最近呢，怎么说呢？94年基本上一直等到下半年才有一些演出活动，这样去了一趟，去了一趟日本，在日本待了14天嘛，演出了几次，演出了两场这样，然后差不多是九月份的事情，然后。同时又到香港做了一个演出，这样等于是也是九月份，然后十二月份又去了一次香港，在红磡体育场做了一次。然后很多朋友问哈，就是说你们这么长时间，就是为什么第二张专辑还不出来？这样，因为我们怎么说呢？我们乐队不是一个很高产这样。就是说能马上就能适应这种就是说大家需要喜欢我们的歌，然后我马上就会给大家写什么呀，还是就是说自己的生活经历什么的总结吧，然后也不想就是说对不起大家这样，或者是最重要的是不想对不起自己这样。所以说最近呢，可能因为我们五月份，就今年95年五月份可能就要进棚就完成第二章，现在音乐已经都写完，这样跟第一章呢就是说不好说，反正因为我自己也没有听过我们现在的，就是说以前没有跟我们类似的音乐，所以说我不好说是什么风格这样，但我想大家会喜欢的。